维尼佛啊，老表，嗯、这个俺那个朋友装的气重的很，我跟你说，也就你是俺老表，要不然我不带跟你说嘞。中等等哈，我去叫他去。好。妈，这大过年的还在这看手机嘞。咋的嘞？我给你领过来一俺老表，还郑州包工程嘞，有钱很，长得还高。我跟你说，也就咱俩这关系，要不然我不跟你说。管不管现在？你弄得我怪尴尬嘞，过年了。我不同意多难看，我成了成了成了，还得请我吃糖嘞。那我要是不同意，咱不要会不会？那见见睡嘞，我就给你叫去吧。怪尴尬嘞，你尴尬啥？我就给你叫去吧。去吧去吧。啊，收拾收拾哈。好，我说好了，咱进去见见去吧。管，气重的很。管，走。走，老哥。外貌高吧？是不是？咱朋友啊，俺闺蜜，好好说。加劲儿哈，老表啊。好好。收拾吧。你在哪上班来着？我现在给上牛那边，你嘞？我在郑州嘞。哦。嗯。那您是未来准备在郑州发展吗？是啊是啊，就是我一直在郑州上班，郑州搞工程嘞。啊。嗯。您这，你那咋样？在那在上牛？差不多吧，还可以，反正养活自己没啥问题。你嘞？没事，一个月给人家干还是自己干？自己干了，自己干一部分，然后也担任公司的项目经理。嗯，看还差不多吧。你多大了？33。33，哪一年了？我九一年了，33了。那咱俩一样，外属羊嘞，就是羊与羊。还碰巧嘞，切巧。你多高呀？我是1.83米。啊。嗯。161，身材挺标准的。也一样，看你身材挺好的，个子有点高。那恁兄弟姐妹几个？我就我家。就你家？独生子？不是，我三姐。啊。三姐一个妹。我就挺好，挺好。那也没啥压力。那恁接着都结婚了？结了，俺妹妹也结了，都在郑州嘞。啊，我这也在郑州上班。那你未来发展准备去郑州发展？一直在郑州嘞，我一直在郑州嘞。假如说你要是结了婚，毕业一直在郑州。毕业在郑州嘞，因为郑州我买房了，包括这个咱县城我也买房。以后都不回来了吗？会，一直都回来了，因为家毕竟是家嘛，家是根儿嘛。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在家，不喜欢出去。那是家里认识多嘛？对对对，就是从小在家里长大的，在家习惯了，研究都是在家里弄那一点。对对对，因为毕竟我们男的年轻嘛，在外闯闯。他是那亲老表吗？亲老表。啊。你跟他咋认识的？俺俩是闺蜜，俺俩以前跟一块上班。这样。对。咱们俩不是多那，那一毕业，我这一毕业都在外边上班了，小时候经常。看咋样？你对我是啥评价？我觉得挺好的吧。现在条件不孬，中啊不中，就是看你中不，就加一下呗。回头我让他给你哈。中，好，行，那我先过去。那也回来。好 ，OK。拜拜。聊的咋样啊？这。差不多。等会儿给你。管，那我等会儿问问呢。中。好，走吧你，我去问问你。好。